台东太麻里乡一辆位在砂石场内的大型推土机，在今天早上9点多突然起火燃烧。消防人员到场之后，发现火苗是从推土机的引擎室冒出，就怕内部的油管引发了更大火势，赶紧呢是请求大型的水箱车来支援。所幸在15分钟左右就顺利扑灭火势，但是呢起火当下现场并没有人员操作推土机，详细的起火原因仍有待调查厘清。